去年接下来的一个金蛋子小庄，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培养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棵丰满的小树。去年三月份，在路边徒手拔了一棵金蛋子小苗，我把带拐角的一小段截了下来，得到这样一颗微型金蛋子，用风化土种在这个小盆中，顺利成活。这是金春翻盆前的样子，脱盆剪根后得到一棵端庄的小树，根盘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上盆以后剪短枝条，之后放养了半年，这是它现在的样子。顶部的枝条比较旺盛，而底部枝条相对较弱。今天准备通过修剪平衡一下上下的长势，剪掉顶部比较旺盛的枝条，放任底部的弱枝生长，从而达到除强扶弱的目的。这颗金蛋子去年种下，今年春秋共修剪了两次，大树形的骨架就已经基本具备了，以后再给它换上一个小盆，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。这么小的树，它的公母已经不重要了，不过这要是棵母树的话，你觉得它能够顺利挂果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点赞关注，一起来看它明年的变化。我是朱古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